由台湾网银公司所开发的手机游戏 Grandwell 星链驿站是一款即时战术游戏，玩家将指挥英雄和部队利用各种战术来赢得胜利。一开始，玩家要在光暗两大阵营中选择一方加入，选好阵营之后就要来配置队伍。每个单位都有特定的 cost 值，不同等级的营地将会有不同的 cost 上限值，所以玩家在编组队伍时记得不能超过营地的 cost 值哦。另外，如果队伍能够搭配出阵型技组合的话，就能够提升整体队伍能力值，让队伍更加强大。进入战斗之后，玩家可以点击画面中的部队或是下方的单位图片来操作单位移动或是攻击，而英雄除了移动和攻击之外还多了技能可以使用，只要荧幕下方的魔术能量达到一定的值就可以发动英雄技能。除了主线和活动剧情可以游玩之外，玩家还能够和线上的玩家进行对战，看看谁指挥的部队比较厉害哦。